瑶池积母降凡尘，普渡说缘能解脱。真经内容修定慧，智慧如海大开方解脱。苦海无边速回头，找回本心当开悟。依照真经修缘时，敬重教导诸次第，依教奉行老实修，破除五蕴除六贼，身心大定智慧开。 大彻大悟，随母意，究竟解脱，返瑶池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讲经》，我是讲经人郑正威老师。今天要为大家讲的经文题目是《瑶池鸡母普度收缘定慧解脱真经》，为大家解释母经中瑶池鸡母大慈悲显化。 教导众生如何脱离苦海、究竟解脱的方法。我们讲经文，老母说经至此，婆心慈泪频吹尔时慈航尊者合掌恭敬而请曰：“在这个隆化会上姚，姚氏金母宴请诸佛、神圣等参加此盛会。” 就是要宣说这部母娘的真经。这时候会上的观音大士啊，代表大家以及在东林的三界众生，请母娘啊，很恭敬的合掌，恭请姚氏继母来讲解如何能够就近解脱的方法，使大家都能够明白。 可以脱离苦海，不再受苦受难，这就是观音大士的大慈大悲的胸怀，所以我们要学习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的精神。所以他合掌很恭敬，请母娘来详细的解释如何修持这本真经。那么母娘讲这本真经的时候，首先就想到。 呃，东林的儿女是受苦受难这么多年，流转轮回几千招，啊，不知回首望瑶池，一直受苦受难，是这么大的痛苦还不知道觉悟来好好的去修持来可以脱离苦海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所以他非常的悲哀，流下他慈悲的眼泪，母子连心呢。 所以看到呢，所有的灵儿受苦受难，瑶池继母，是我们先天的母亲。看到苦难的灵儿呢，他满脸啊慈悲的泪水流下来。那为什么普罗天下的众生一直在沉迷流转在这样苦难的一个环境呢？为什么不能够觉悟呢？脱离这个苦难的环境呢？所以。 因为大家的心浮气躁、热闹，所以不能够沉淀、安定下来，好好的去追随母娘的教导去落实。所以呢，不断的造出罪业，苦难不断啊，所以妄心不断，无法安定，所以必然是受苦受难吗？这能怪谁呢？ 所以，我们每个人在受苦受难，都会埋怨别人对你不好，别人造成你受苦受难。为什么其他人都好好的，只有你受苦受难呢？你从来不去内心反转一下，仔细的去了解，只有你受苦受难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因为你妄想、执着、贪爱，不能跟家和平相处，所以你就是。 孤独一人嘛，时常照顾，所以你必须要受苦受难，所以没有人给你的，是自己造成的。所以我娘很慈悲地告诉我们大家，一定要仔细去检讨一下自己。我告诉你解脱的方法，可是你要照着去做嘛。所以我们大家在社会上就是不听嘛，死要面子嘛，所以你自己必须受苦嘛。别人告诉你这样不对嘛。 啊！凭什么你说的对，我要听你的呢？这就是自我的执着，而造成自己不断的受苦受难。所以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执着心把它放下。我们接受人家的建议，我们仔细冷静地思考一下，他的建议是不是对的？我怎么从来没想到他的建议这个方法这么好呢？因为我执着不信嘛，我只认为我自己是最了不起，我是第一。 就产生一个共高我慢的心情嘛，所以永远不会低头。所以我们进入啊善道场的时候，神佛不是让我们跪拜，他是让我们学习身段柔软，行事低调。所以你不要眼眼高于顶，目中无人。所以你学会跪拜的时候要低调。你看到下界的众生是多么的苦难。 当你一跪拜着又懂得低头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到地上水沟里还有众生啊，各种虫子啊、蟑螂啊等等啊，它还活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内。你回想一下，你自己不就是那样受苦受难吗？啊，你为什么不脱离那个水沟，爬上来有新鲜的空气、好的环境，不要在那个污水里面那么痛苦不堪吗？因为你没有善智慧。 不能明辨是非，不懂得善巧方便的好方法，别人告诉你爬上来就好了，你就说我在那边住很久了，你顽固不堪，那有什么办法？那能怪谁呢？只是你自己顽固不化嘛，没有办法接受人家给你好的建议。你在里面的爬了万年，你还是在水沟里。你只要往上，不要往下爬，不要平着爬。 不就脱离苦海吗？能够见到天日吗？能呼吸好的空气吗？所以说，要接受好的建议，内心转一下，不要永远执着照自己的方法去做，自己的方法是不一定是对的，别人方法应该去听一下，分析一下，看看跟自己的方法。 有什么可以配合的？所以你三人行必有我师，古人告诉我们，这满街上都不止三个人嘛，到处都是你的老师嘛，你为什么不看人家怎么行住坐卧的方法是怎样？你眼睛去看一下，瞟一下，你就发现你都走不对路了，你绕远道去走。 人家早就到了，有大马路，你要走很多叫曲巷，走来走去浪费很多时间，车子发车了，赶不上了，就迟到了，所以你没有一个善巧方便的方法，不懂得去学习，所以我们演呢，要观八方啊，要看东南西北上下左右，你都要去仔细去看看，每天外面都不止三人。 所以很多的老师值得你去学习，所以我们随时去学习，你随时可以啊精进，你增长善知识、善智慧、善方法，脱离苦海又有什么难呢？所以是你自己不愿意嘛，执着妄想，坚持己见，造成你受苦受难的后果。所以这时候观音大师这么慈悲，宫前母娘告诉我们如何脱离苦海的方法。 母娘一听，心中流下了眼泪。啊，在东林这么多的灵儿，就是不愿意回头是岸，不愿意好好学习，所以不断的受苦。所以母娘说：“你快快觉醒啊，将心安定下来。所以我会告诉你们修行的方法是如何。所以我们只依照真经告诉我们的方法。” 就比如《金刚经》说，如何使心安定，如何调伏自心。整本《金刚经》五千七百字，就讲这两个问题。如果我们心不能安定，起心动念直冲上脑，你就必须动脑筋，想歪的方法，如何去达到你的欲望需求。 一定是以不当的手段去达到这些目的，所以呢，心安定不起心动念，别人的不是你的，关你什么事？所以，我们只要以平常心做好自己，一切随缘，有能力就去买，没能力就等机会，不就好了吗？啊，那调伏自心，将我们的心。 调整一下，使他很安安定定的，不要看到外面的任何的因缘，你就会起心动念。我们只要真正根据《母娘真经》告诉我们的方法，按照里面的所指法门，告诉我们：目不识色，耳不听闻，不是叫你装聋作哑，是不该听的别人诱惑你，听听过去就好。 不该看的，别人诱惑你，你当没看见，也不入心，啊，平常心就过了。所以这两句是非常棒的，所以我们要牢记在心中。只要目不识色是眼睛不看，耳不听闻是耳朵不听，啊，你说你的，我不跟你对号入座。你在那儿炫耀你的，我一笑置之。 我目前过得很好，我也不想要那些东西，所以不会影响我目前的心态。我还是过我平常的日子，我每天高高兴兴、开开心心，不就好了吗？所以以这样的状况，经中句句都是善巧方便的法门,門，门门都是让我们能够脱离苦海，不再受苦受难。 所以在《真经》里面，是字意是非常的简单，内容是非常的精妙，所以我们不要表面看这些文字非常简单，你要真正深入这其中。 了解这里面所要宣说的奥妙，你才能够真正的达到那个境界，才能明白母娘的苦心啊！怎么样让我们回家？怎么样以母娘神光照亮我们的前方，指明修行的正道？自然你就可以脱离苦海，不再受苦受难。所以，我们改正我们往昔啊。 所造的诸多的业障，我们一定啊能够改过，不再犯错。我们只要以平常心，不再产生一切的爱欲、虚荣心，啊，所以以平常心，我们就能够根据真经教导的简单、微妙的方法，我们当然可以找回的回到尧池之母的路上。所以努力。 老实精进，一步一脚印，往母娘的大道上去行走，你终究有一天会修正圆满，能够得到母娘考试的通过，得到一张母娘法船的船票，自然你就可以上船，可以回归超越生死苦海的煎熬，回到我们瑶池净土的彼岸。 自可逍遥自在。这时候，慈安大师呢，以这样虔诚的心，代表东土的所有受苦受难的灵儿，很虔诚向母娘请示。所以，请母娘详细的说明，再次的解释，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五浊恶世的受苦受难的众生，能够真正的回心转意，能够去觉悟呢？ 所以，母娘告诉的方法，我们要牢记在心中。经文，弟子闻母金言：“无极既生太极，两仪又生三家，万物由此而生，又复由此而灭，何不令其不生不灭呢？以免血流满地，骨脱如山，岂不甚幸？”这句经文是非常有意思。 既然有生，就当然有灭，所以呢，慈航大师啊，很奇妙，全是母娘，既然有生，就会灭，能不能叫它不生，不就不灭了吗？他的想法是很简单，但是违背的天理，啊，因为生灭同时，没有差别。 说有生有灭，又灭又生，生灭同时，所以它不是一合相。那你如果做到不生不灭，那你必须按照《母娘真经》的方法修正圆满，自然就达到不生不灭。那你自然如如不动，绝对不会产生生的问题。没有生，哪有灭呢？所以说，要不生不灭。 那你先不要生，你不生，自然就不会老死嘛。因为有生，按照十二因缘法，自然会到老死。老死不就灭了吗？灭了以后，你在今生又造很多的业障，这个业障又使你又产生受生的原动力，又在经流转门脱生母体，投胎在娑婆世界，不是又生了吗？ 因为你有种下的苦因，所以结下苦果。以前说过三世两重因果，你如何让三世两重因果去消灭呢？而不产生这样的流转呢？先要知道，不产生生的问题，才没有灭。所以这是一个逻辑的思考问题啊，很有意思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就不会。 血水像大河一样流得那么样长远，那么多，那个环情况多可怕！那你这灭了以后，你的尸骨要堆积一层一层一层的。你看所有的灵骨塔，一层一层那么多。你看所有的坟场，满山遍野都是坟堆。这种景象让人产生恐怖之心。 你既然觉得很恐怖，那你就想办法去断灭生的问题，就能圆满。所以说，我们娘说你这个问题问的很好，根本颠倒了。因为众生造业障，所以产生生的问题；因为有生的，那这自然就有灭的问题。因为众生不是真实的自我。 它是地水火风四大的因缘假合的，成为一个假的我。所以这个我生是地水火风四大因缘聚合，受胎出胎假我。受胎出胎就是十二因缘这三世两重因果所造成的。 你有前世因，就有今生果。前世种因，死亡，今生受果，受胎又来诞生。今生诞生，不好好去修行，不好改种、改正一切的积习，那问题又来了，你又造很多的业力，又贪爱。 欲望、占有等等，又种下苦因，又产生来世的生、跟老、死二果，所以这样子流转不息嘛，自然血水流得像大河一样，你的尸骸骨骼堆积像山一样的高，没完没了嘛。你害怕这个景象，为什么不断掉生的问题？那就第一先断掉你的污名嘛。 妄想执着嘛，当你不起污名这种烦恼，你就不会有造作，因为你五根六尘互相的对应招感，而起心动念产生你的六识妄心，你一定要得到这个，无论如何什么手段，我就要满足我的欲望。 我一定要去达到这个目的。这個目的怎么办？你的能力啊，所不及，怎么办呢？只有为非作歹吗？那你就犯罪了。所以你犯罪了，不就是有业障了吗？业障越积越多，不是你又要下地狱吗？再经过十殿阎王审判，然后再让你回来重新受生一次，让你好好忏悔，给你一次机会。 可是我们生了以后呢，又不把握这个有生之年，不去说好话、做好事、起好念、多帮助人，不去行功立德，只知道不断的造业，那你又因为业力太多，你老死以后，是不是又要轮回回来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去忏悔呢？所以我们要知道。 了脱生死的方法很简单，你一定要看破五蕴、色、受受、想、行、识是空的。它五蕴是因缘聚合在一起而产生的一个假象，并非真实不虚的。它会随着这个因缘。 而起灭的，像最近台风来了，南部大风、大雨、大水，灾情惨重。气象局一通告，台风过境，解除海陆上的台风警报，看看风平浪静，一片祥和，又没事了。因为这因缘起灭的关系嘛。 不是真实不虚的，如果真实不虚的，就糟糕了。我们每天在大风大水、灾难之下生活，那如何是好？好在它是因缘起灭的，缘灭了，台风走了，灾难没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因缘起灭是一个假象，不是真实的现象。既然晓得这个假象， 那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地水火风的因缘假合的，百年之后，这个肉身也会坏灭。所以知道这个状况是一切的假，那你就要好好按照我娘真经的方法行功立德，改正往昔所造的诸罪业。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方法去做，没有。 第二条路可以走，如果你不引经据典、依教奉行，按照真经教导的方法去做，你在世上绝无平安顺利的可能。你一时得到你需要的东西，你一时升到不可思议的高度，那只是记住一时，时间一到。 因缘坏灭，你如断崖似的，一无所有，一切成功，因为那不是永恒的。你的因缘就是三年好运，五年好运，当这个运过了，你没有布施功德，没有行功利德，所以你的功跟过不能相抵，所以你好运过了以后，你就要走你的厄运。 所以，当这个善果子都尝尽了以后，必然是苦果，终其一生没完没了。所以，你要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。说出生之这一段时间，都是长善果报。所以，一定要赶快，四个字，跟你分享：勤种深耕，努力的去行功立德。 深深的明白做好事的重要。你要行功立德，累积一切的功德，在你天上红布上功德布上会记录的满满满满。当你自己有什么厄运的时候，它会自动的转账灭罪消签，你不必到银行去提款，没有时间，它自动化消你的灾难。 所以，我们当善果报要结束之前，赶快说好话、做好事，赶快行功利德，赶快做布施功德，累积你的福田，使你当善果报结束之后，你福田上累积上还有在天上的存款。所以，这个时候，当你的恶果报来临的时候，它才能够自动的一个一个一个。 把恶果报都把你化消，当然，恶果绝对比善果要多倍数太多太多太多，所以你要不断的累积功德、布施，去增加你的红布，也就是说你的功德布上的存款，使你恶果来临的时候，一个一个抵消。 否则你到时候会痛苦万分，啊！所以大家要牢记在心中，我们要时常要做布施功德，所做的一切的功德，跟任何第三者都没有关系，都跟你本身是有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关系。所以自己为自己去修功德，为自自己累积。 你未来的一切的福德，你为什么不做呢？因为你未来必然恶果报会产生的，必然恶果报会比你的善果报要多很多很多倍。你心里先要有这样的想法，你会很恐怖了，所以你必然会积极的去勤种深耕，累积功德，多做布施。 啊，积聚在你的善果报的功德簿上，将来以备不时之需，才能够一关一关、一难一难，能够自动的化解掉。所以大家一定要不断去做啊，这样去做，才是真正的能够找出一个解决之道，能够离苦得乐，破除一切的迷失、妄想、执着。 你就会真的双目明亮，看清一切，知所进退了。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，你就会一步一脚印，会老老实实的，真正的去做修持的功夫，改正你过去一切的恶习、恶念，啊，贪爱、妄想，一一的将它抛除，不再束缚到你的身心。 不再捆绑你，寸步难行。这时候，你才觉得你原生光彩，灵光显现，精气神足，身体健康，能够自由自在行走各方，就不会被困在当下，寸步难行啊，阻碍重重，然后埋怨天，埋怨地，埋怨人，埋怨自己，如此不堪啊！你就四大埋怨，四大业障。 每天早上起床到睡觉之前，你保证四大罪业，你一定会中一个业障。所以，我们一定不要做埋怨。所以，观音大师听到瑶池金母啊，跟我们详细解释这么多的解脱的方法啊，心中啊非常开心。这样的话，在东土的所有的。 受苦受难的灵儿，就有方法可以好好的修行，终究开悟以后，可以不再受苦受难，可以回到瑶池。以母娘娘说啊，乌鸡既然生了太极，就一气化三清嘛，然后太极就是日月嘛，就是阴阳嘛，也就男女嘛，有男女呢，而。 生下，子子孙孙就生生不息嘛。所以生生不息以后，进入了世俗，所以你就会产，你的五根眼耳鼻舌身意，会跟色声香味触法的六种尘埃互相染污。一染污起心动念，那自然就会产了六十妄心的啊造作行动，一行动就犯了业障了。 不当所得就产生了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这个水火风的三家要养足我们的精气神，使我们的精气神啊都能原生光彩，你就会看清一切，知所进退，不会产生任何的贪爱，不会有执着妄想的的发生，因为你会随顺因缘，所以我们跟着因缘去走。 你的心里就不会起心动念，你就不会有贪爱的欲念，总是妄想我要这个要那个，想来想去在，在楞严经的里面的响应区域里面，就会让你想出毛病，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胡思乱想，因为所有的万物都是从精气神、元精、元气、元神三家所。 生出来的，因为在我们精气神一灭，人一断气，我们的器官、五脏六腑都不能够再工作了。一摸鼻子没有气息了，我们是靠气息、元气在运行的。所以当没有元气、一断气了以后，你这个肉身就坏灭了。所以呢，一切都是从。 元精、元气、元神生出，那最后呢？元精、元气、元神散掉了，说自然这个肉身就会坏灭了。坏灭了，不是那怎么办呢？那就看你今生有没有造业。如果今生你造业很多，你注定要下地府受苦受难，再轮回回来再受生。 如果一考核你，一切都修行圆满，啊，那修八正道，修十善法，修三十七道品，明白诸佛菩萨所做的功德是如何，也了解成佛的等爵位的究竟原因，你都已经修持圆满了。到达这样的究竟圆满的地步，一考核通过了。 你就没有生的问题了，走还灭门，就超越生死苦海，你升到净土的上界，出离我们的三界，永远没有轮回的问题啊！所以断灭生就没有死，是吧？所以万物为何要生死不止？这个问题是很好的一个问题，我们很多人都在问：为什么老是要生死呢？ 那你要先问你自己嘛？生死呢，不是由上天判定，生死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。自己要生就生，自己要死就死。所以你要自己不生不死，很简单，修正圆满，得三圆觉，大圆满的佛智，得到大圆满的佛智，那你就当下开悟，就近成佛了。 哪还有生死问题，一了百了。所以这么简单一个问题，很多人在问：为什么来受苦？你自己求来的，我哪有求？你不求你怎么来这里？我哪知道？对，投胎之前孟婆汤一碗一喝，前生的事都忘了。但是你要记住，你累世而来的资料库都在这里。 只是将你累世资料库暂时封闭，没有权限，你自己无法打开。这个权限在上天修正圆满的，那个时候你的权限就开了。一打开，哎呀，我累积而来，哦，有这么多善智慧、善知识、善方法，我怎么都不用？精神考核啊，重新考核嘛，重新开始嘛。 看你是不是真的老实、真正的修行嘛？所以那个资料库累世来的，你没有权限，所以你只能够记忆今生的资料库，调动今生的资料库。所以今生的资料库在这里，是好是坏也看你自己。所以一定要起好念嘛，不起恶念。当你起恶念，记住，念念相续，没完没了。 每天都是胡思乱想，每天都是坏念头，每天都要想起心动念，每天都要去行动，每天都要想着达到你的贪爱的欲望那个目标。那你不去造业、触犯法律，你怎么可以得到呢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时时去好念，不去恶念。 这个就是这么简单的修行方法吗？不起恶念还不行吗？你不会吗？你用平常的心过平常的日子，所以这个修行人最重要是懂得如何去生活。懂得生活的人，才是一个真正的修行者。这话怎么说呢？一个懂得生活的人。 它是一切随缘，它不会根据外面的不同的因缘而内心起伏不定。不是我的，绝不妄想；是我的，我才敢使用。用这样的平常心，你怎么会造业呢？久而久之，你就养成了。 这种思维跟你这个格调，所以人人会尊重你，人人会体贴你，人人会爱护你。有什么多余的，都会想到你。这是我多的，这个给你用了，不然摆那里浪费了。我看你有缺这个，你拿去就好了嘛，你不要想那么多嘛。这就是一个相互的爱心的交流。 所以我们时常要展现出无比的爱心，我们随手就能帮助周边的人，让他们能够脱离一点困难。对你来讲举手之劳没有用的，对他来讲他渴望不到的。所以这不是一个共创双赢，这以后就是你的贵人嘛。所以修行很简单，你做到这样子话没有业障。 没有业障，很容易达到究竟圆满解脱的地步，那个生的问题就容易解决掉了，啊。所以说，什么方法可以叫万物永远不生，也永远不灭？ 那假如不再生灭，就永远不会有肉身灭度以后的血水呢流成大河那么长，啊，我们的尸骸呢堆成像山那么的高，景象是多么的恐怖！我一直来，一直走，生死，生死，生死，这都是自己所造成的，不能埋怨啊，天地呀、啊。所以你自己明白这个道理呀、啊，不就？ 断灭生的问题就没有死的问题吗？就能够达到真正的不生不灭吗？所以，我们人如果真正能达到不生不灭，不就是很幸福吗？这如何去达到这个幸福呢？下面金母说：“金母曰，太极分判，天地生物之心，血水满地，骨拓如山，万物自作之孽也。”要是金母又说了。 你老是想怕生灭的问题，因为有生有死，这是很恐怖的一个景象。那怎么样呢？因为在太极分判呢，太极就是阴阳嘛。这阴阳啊，男女啊，和合以后就生生不息嘛，就九六元儿啊，就就不断的在世上流转轮回嘛。 这么多的人儿，有几个人真正明白回去呢？虽然普度收圆两次，目前呢末法之局呢，还有九二的残灵啊，这些九二残灵就是不能够明白吗？不能就近解脱吗？所以不断的在这里要流转轮回嘛，所以这种是不能够避免的问题。你自己要开悟嘛，你自己要说好话做好事嘛。 你自己要是不失功德嘛，所以呢，无功不受禄嘛。你要能够做功过相抵平衡了，没有任何的过了，怎么会罚你呢？所以这个都是这种生死流转这么多年，这就是万物啊，自己造孽嘛，自己要受过嘛。你不要造孽，你不会受过。所谓造孽，不就是说？ 造很多的业障嘛，所以产生很多的罪过吗？那一定要惩罚吗？没有说做坏事不惩罚，那人人都做坏事嘛，我不用上班，我到你家去抢就好了嘛，抢完了没事嘛，因为我没有，就拿一抓？哦，没有啊，啊再去抢，个别人家还更多，这天下大乱了嘛，所以一定要墨守成规，我们一定要依轨而行，不会出轨。 不会走偏，我们在世间上一定要遵循世间上的法律，我们修行一定要遵循，呃，上天的律法。有《天律法》这本书，可以做参考。所以我们自己作孽，自己受啊。所以母娘就解释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，如何超越轮回，如何修行可以解脱，这是很简单的问题。 非常容易而不困难，只是我们把它复杂化了，所以复杂化了以后没完没了，你就找不到源头，找不到解答的地方，所以这个结越打越死，越结越多，所以结了千结万结，没完没了，从哪里打开呢？所以你打不开这个结，所以你不断的又在造业嘛，所以。 药师继母非常的慈悲，应观音大士的啊请求，好了，我再跟你们好好的说了，怎这个问题怎么来发生的嘛？因为从一气就是无极，来化三清，啊三清就是生五母，这时候五母造人，就是生成太极，太极成阴阳，阴阳和合。 生生不息，九二元灵，充斥在五浊恶世的当中，都不去回想当初怎么来的，来的时候是非常纯净的，第八阿里耶世纯净的种子，没有受任何的污染，没有做基因改造，所以。 种子生种子，种子生现形，它一样，基因好，遗传的一定是好，啊，母亲世界小姐生下來的小孩也差不了哪去，因为基因强大嘛，生下来的一定也不会偏差到哪，所以它是原版下来的。当你一偏差了，混血了，搞一个缠杖的，被污染了，呃，生下来的要会好才怪呢。 所以，一个强大基因配一个缺陷基因，它出来的保证是缺陷基因强大。所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受外界污染的力量强大，我们受不了诱惑嘛。外面一点诱惑，我们就起心动念了嘛，就想要行动去照做嘛，想要去不当去所得嘛。这时候你会好？怎么会？才怪呢！所以，就是自己造孽。 不可活嘛！说母娘说自己造孽嘛，说生生不息。所以说，从天地开代，天地都有好生之德，从地生万物来供养众生，这自然的现象，让我们衣食无缺。所以，什么老母都把我们想得好好的，只是我们呢，吃饱了喝足了不满意，我们要贪图更多。 多了你又吃不完，放仓库，囤积，最后发霉都坏了，怎么办？别人在那边痛苦不堪，旱灾，没有东西吃，请你仓库里打开，救助一下嘛！不行，这是我的东西，自我执着。你吃不完一定会坏，坏了就丢了呗。你看，讲一句话多么的轻松，不要一秒钟。为什么没有一种慈悲心？ 没有一种大爱的心，跟别人共同分享你多余的东西，你不会少，因为这是不增不减的一个天律。你能够知道布施出去，你会源源不绝的上天给你更多的机会，创造更多的机缘，使你收获的更多，因为你懂得布施嘛。所以你为什么不舍呢？所以。 因为没有布施功德，因为没有爱心、没有慈悲心、没有包容心，所以在这说你没有功德嘛？没有功德，你都是业障嘛？所以心胸狭窄，自我意识太高涨，容不下别人，妒忌、贪爱等等，所以这样的状况就造成你的无穷无尽的业力的根源。 说这样的深重的业力的根源，很沉重的，使你再度去受生，又去生，然后再去灭。所以你就破除这些随顺因缘，一切随缘，活在当下，不就好了吗？啊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就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。 吃饱了喝足，还能够起爱心、慈悲心，啊，布施的功德还懂得去做。你没有钱，你愿意去做到爱心站去帮忙分装所有捐来的物资，打包一小包一小包，出力嘛，这也是布施嘛。所以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嘛。所以你去出力也是布施功德。 也能化除你很多的灾难。当有一天功过相抵的时候，自然你就解脱了吗？所以天降甘霖而滋润大地，地再生万物而养育群生。可是这个众生呢，有七情六欲啊，坏了我们的本性，说产生了不好的念头。我们本来非常纯净阿律耶识的纯净的种子，受污染以后。 起心动念，妄心一起，贪爱造作，就生成很多的业障。因为我们没有这善智慧，所以我们非常的愚痴啊，昏暗，坏事做绝，好事没有，你自然这么多的业障呢。当然需要再流转轮回，重新再受苦受难，看你能不能觉悟。 所以这就产生生生不息的，那个生死无尽期的生跟死，啊，所以不生不灭是很困难的事，啊，这就是万物在迷惑后所造的诸罪业的原因，所以使我们不断的在生生死流转轮回的当中没完没了。所以观音大师说，如何使众生不生不灭？不生不灭，刚是告诉你很容易嘛。 你就是要行功立德，你就是要断灭你的污名跟行这两个因，你自然就不会投胎受生，来到五浊恶世当中再住的受苦受难，这不就是你没有受生吗？没受生，当然就不会到有死的问题发生了吗？因为没有了嘛，这个假我没有，你是一个真我。 真我是在上面如如不动的，所以有这个如如不动的真我，这是我们要去修行的。这真我如何去了知有这个真我？那你就必须要根据《母娘真经》教导的方法，你去明白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五蕴皆空。你知道这五蕴，尤其是色蕴，是因缘聚合的假象。 不是一个真实不虚的啊实体，会幻灭的。受想行识是一种精神作用，它是因为有色的形象配合四蕴，所以这个五蕴一合，连你没有这个虚幻的假象的我空了。后面要配合你的色这四蕴呢，当然也是空的。说五蕴一空，一切都空，没有了，就不生不灭了。 所以，这个非常容易的事，啊，希望大家来共同分享如何不生不灭。这一集就讲到这里，啊，希望大家欢迎大家收看，下一集再会。